金庸小说成长起来的我们，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，梦想自己活在武侠的时间中。这款全新 NBA 修真手游，让玩家真正活在武侠小说里，具有怪物滋扰的危险地方探险，去干拔刀相助的英雄义举，或是抛头洒血保卫家园抵御外敌，也可以在城中查房与人饮茶闲谈，或在自家园地里养花除草。武林是没有所谓 game over， 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找到这款游戏的乐趣。
中，人家超想遇见你的啦。